吴老师看得到吗？那我是看他这个比什么都清楚。我用的看得到，我用的是三号的笔。他这个照相机比什么都清楚。现在要做眼睛、鼻子、眼睛。那你们可以看到我原先的这个哈，但这个 line 都还在。对，所以呢，我在画的时候呢，眼睛、鼻子、眼睛、眼睛，现在是眼睛。这是几号笔？三号。三号。老师说二三四都可以。哦 ，OK。那我都没有。那请用手指头，不要摇桌子。好，不要摇桌子。笑死我了，老师，抖抖抖。然后不要学猪叫。二三四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完全看你这个最好。我画眼睛哈。稀疏，对，才会圆啊。是眼珠，你的眼睛才会很圆。那你们可能这样子，我先把它挖出来好了，因为黑的要加在那个上面，我想偷懒的不行。不会抖，不会抖。就这桌子不行，所以比较不会那么黑的，对。对，它比较不那么黑。所以眼睛要先挖掉，然后再上黑的。那我们画的时候是不是先挖掉再上？对，先画再挖。啊？看你自己。挖掉哈。挖掉再画呢，它颜色黑的比较正，比较深，就正黑，纯黑，对，纯黑，对，对，就不是混血儿，混血儿眼睛什么纯黑，混血儿就比较不是纯黑，我们也不是，我们都是 dark brown。所以我跟你们讲，你们那个颜色呢，没有。哦，我没有规定说你一定要，所以现在没有那么黑都 OK 哈。对 ，OK， 我好像没有那么黑，什么黑色？就底啦，底 brown， 没有没有没有这么大，没有深颜色那么深啊。老师用的是那个 outline black 吗？我这个不是，我这个是很老的一个 black， 啊，很老 black。对，那你用 outline black 比较好，颜色比较深。饿的肚子饿，好香。我有苹果了吧？那这要咖啡吗？哦。Me too。好香啊！那冰凉这个奶真是香。是啊。没有，就是咖啡。我今天喝的咖啡是三点先说挖掉，先挖挖了以后再哦，就冰咖啡。对呀。而是如果说不挖的话，就比就是只是比较不黑而已嘛。对对对，可以。不过这个的话还是黑的话跳出来比较好。我这眼睛好对，这眼睛好亮。然后有凸出来的感觉哈。就是狗狗那种眼睛，鼻子。鼻子也是一样，鼻子很大耶。它鼻子很大，小狗狗的鼻子很大。西施不是？我不晓得。这个有点卷，就变成我们家那种。那什么狗？对，那是那坚果头猫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这鼻子要不要挖掉？马尔济斯的吗？鼻子倒是没有挖。我没有挖，但是呢，鼻子有两个小小的鼻孔哈。好像老师有。鼻孔要深一点。对对对。那个洞洞要深一点。这边有两颗，对，一般来讲鼻子都有两个洞了，好像应该是这样子的。所以这个部分颜色要比较深。OK， 这个是眼睛跟鼻子。这个就出来了，鼻子有点像椭圆形，这样子就出来了。对，不是这里是鼻子，对呀，是这个是眼睛，这是鼻子，对呀，两个洞呀，已经过来了嘛。我说这不是眼睛，鼻子有两个洞啦，我是说鼻洞，鼻孔，鼻孔，对了，鼻孔啦，鼻孔要深一点点。然后呢，眼睛的 highlight，
要出来。嗯。嗯。画龙点睛。这有点难。嗯。OK， 那就这样就好了啦。什么叫点？看他的方向是吧？看他眼睛看哪？他们点的时候呢？哈，一定是这个方向。我们眼睛是这样子。对。然后呢？看你的光线，你不要两个眼睛哈。一个左边一个右边哈，那卡通一片，那是很卡通的，卡通人家会这样画，那是很卡通。嗯，那么所以呢，你们在画这个的时候呢，我通常而且是在眼睛的上端，你们注意一下，嗯，因为我们是眼球是圆形的，所以呢，我会在上面上端，大概就是一半以上的位置。然后大小呢无所谓，无所谓，无所谓，不要太大。好，这个 highlight 呢，你不要太过于大，啊，那么所以你看我这两个点的跟这两个点的又完全不一样。所以你不需要说，第一个你只要知道位置就可以了，啊。那 highlight 只有一次机会，不可以说我这次烧完以后我再来，对不起，只有一次。所以如果你不满意，如果你不满意，全部重来，擦掉重来，也没办法擦掉吧，哈，就补加深，加起来，对，把它补起来，补上颜色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一点点，嗯，老师随便点一点，就是呢，嗯，这样就 OK 了。这个是眼睛的部分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画，毛发。毛发呢，我上面有在讲哈，用干净的笔把狗毛刷出，从眼睛的上方开始，就是从这里开始拉起。眼睛，干净的笔，干净。几号？我还是用刚才我画的那支笔，把它变成干净的笔。OK， 那么我把它转过来拉。嗯，我刚才有说你们要注意毛发的方向哈，所以不是有拉那个线条吗？嗯，这就是告诉你我的笔要这样刷。有的平的，有的侧的，侧的看你比大小，看你要做什么样的哈。这一撮是他那个，他们头发很长，他把他那个毛拉起来，绑起来，所以我拉的方向全部是往那个蝴蝶结的方向走。这里旁边，你现在每刷的一笔呢，就是它毛发走的方向，所以颜色就比刚才的浅很多了，看到了哈。嗯，这个是耳朵的部分。我还回去找那个什么，有一个那个眼睛都盖起来那种，我好喜欢那种。那就不用画眼睛了是吧？对，差不多都盖起来，最深的那个叫什么狗去？嗯，啊，嘴巴，嘴巴也都这样。毛要常给它洗，嗯，那个，那这样我打结了。Take care of yeah。 很像我家小时候一只狗叫红秋。嗯，好秋。记错了，好像是小女生的一个大。就老师底色稍微画的厚一点，会比较深一点，你比较容易表现，比较容易表现，所以我在上深一点。这样子有没有问题？看是没有。所谓的深一点，也可以说是厚一点咯。你不能太厚，你太厚它会趴不掉。哦 ，OK， 你可以看得出来我的颜色很厚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好。你们每次我在讲说在上颜色的时候，你怎么样把颜色上上去呢？你的笔要轻，嗯，对，要轻，
你种了就就刮，对，就把颜色给去掉了，要清啊。是把整体先画出来，我先把整体先。老师，万一觉得这只毛画错了怎么办？画错了再来呀、啊，你就重新再刷一次，对呀、啊，重新再来。对对，不要怕，好，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对跟错，那就怪怪的、啊。嗯，只要你自己感觉就好，怪也没关系了。看到吗？就是这样子而已。嗯。所以是真的很简单。哈哈哈哈哈！呀，我笑的也很简单。眉笔呢？对呀、啊，很重要的。这是功力，你太大太大力的话，不容易了，就把那个颜色都带掉了。对，就变成那个狗有点拉里了，就一块凸。没有，所以我说你们一定要签名的原因在这里啊，对，因为你绝对不会记得你上一次你的狗是哪一只，对对，绝对长得不一样，选个好的就好了。对呀、啊，那每一个人都下一堂课一定每一个人八点半就到了，先挑我的了，先挑。老师，你这样说的也太那个，我根本前一天你什么几点开窑啊？直接到你家去，直接先在你家说，对，把老师的拿走就好了。那老师要赶快签名。真的。就已经出来了。对啊，我姐姐出来了，好可爱哦。就是这样子。是老师每次一上桥，你们要继续看我画完，还是你们要去玩？我们要看你画完。好，我们要看。这是不是还要画黑？对呀，还要画黑，再画黑吗？那个嘴下面、嘴巴下面，这种鼻子下面跟嘴巴上比较黑，嘴上还要画黑，弧形出来那块画这个毛了，这个这那嘴角还得画黑啊。对，这种画完应该还可以画很多东西哦。大部分都是有毛的东西，就猫有毛，有毛，然后这应该是照老师的说法的话，那这种是比较随意的画法嘛，你要是那时候你们画松鼠，怎么可能是这样子画呢？嗯、松鼠一根一根的也可以这样画，也用刷子刷的哦，应该也可以吧。画画方法很多的，看你自己写的。嗯，真的很轻哈、啊，很轻。这里大的做完了以后呢，要开始做到这里。嗯，他的胡须，这是他们的小胡须、嗯。鼻子的毛往上，这是方向要对。好可爱，对、啊，这只好可爱，我就活起来这来表、啊。我就是喜欢狗、嗯。我们家以前养的狗是那个波美，这个脸像的刷毛、嗯，波美没那么长，没长的毛。波美的鼻子，我家那个狗好漂亮，以前哇，嗯，这画狐狸也漂亮，嗯，哦。这里最难剪的，大概胡子也是被剃掉了。画的时候不容易。不是，那要万一画不好怎么办？擦掉，重来。擦掉，再来。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假如只有这一块没画好，就补这一块。可是，以我们的功力好像有点难呢。不是，我们很可能，就是这边这一半画好，那一半画歪了啦，或者一样啊。胡子画歪，那就来请教老师。这个背要常常在洗，你看到没有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这就是所谓干净的笔，要不然你就画不出来那个感觉了。你别看老师断片很简单，我们片就不行的。这我们可能不可能，可能要画几张了。你要真的画好的话，你可能，你看就像老师这样。哎，老师不错，你那个七嘴八舌的老师还可以画。老师根本懒得理我了。老师习惯了。不是，我知道老师曾经说过说。你们今天怎么这么安静？他会有点不习惯。对，哈、哦，对，他是闹中取静的。好，
你知道我们家 baby 睡觉要拿那个抽风机的声音给他听，他一听他就眼睛就眯了，就睡了。真好，所以他妈妈坐坐月子的时候，他把它当落下来啊、哦。好可爱、啊。他一不想睡觉，他就听抽风机的声音，一听他就睡了。怎么这么小？我小儿子那时候用那个上，在另那个听那哦妈咪帮咪哄。是一个，他们要有噪音，对，没是一个师傅的那个轻音，都没有音乐，就这样念。哦，妈咪，爸咪，吼，就这样。意思一样。对啊，然后我那时候以前 tape， 然后看 tape 完的时候，一听我儿子，我现在不相信，就开始他看身体在动，赶快换别人下去，他就又睡了。对啊，他因为他不好习惯，这样弄来弄去的。吹风机，你放在那里，就睡着了。你在找音乐，找什么都好，不一定要吹风机，要找会。没有，那个是一个医生发明的，他们在电脑上 download 下来的。你说这怪不怪这些小孩？不会，其实就是那个一个玻璃，一个很 repeat 的声音。那个毛发如果切过眼睛哈，那是正常的，对，啊，所以你倒不是不敢，需要那么担心，非常真实。我喜欢这一只，又不一样哦。老师不会给你的，可以买，懂内。我们可不可以抽签？抽点。它白的呢，这么白的话，也是第二次，最后，对，慢慢来，真的形出来的时候再来看，再来看，你自己最后再来看，看你想哪里去干，先把形要抓出来。好刷的，对啊，老师讲的没错，每个神情或什么，每只狗就不一样。对啊，你给我们刷完都每一个都呆呆的。然后再拿来请老师，哎，老师，拜托救哈。我们要改的很多呢，老师看得到。话老师说，我就想说一堂课这么简单的东西，让你们自己玩一玩，玩一玩的，怎么玩到最后我改的时间比别的东西还要多？那出行就出来了，已经出来了。这一笔你就没这个功夫了，是吧？吹风的功夫啊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们没办法这样。我们一趴这一下去，一趴就有那个顿的那个痕迹。哦，会，这就不能有顿。会啊。OK， 这个时候呢，没办法加一点点，加那个嘴巴，对，嘴巴下面。加黑色的吗？加黑色，嘴巴。我说你刷不出来，干脆嘴巴不要刷。不要嘴巴那怎么行？那好像没有牙齿的狗，就是老先生的。胡子长多了，嘴巴盖住。话老头。那有可能。我们可能就要，我们要是弄不出来，就要这样做了。对呀。你看这个嘴巴夹坏了，都好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擦掉虫花。老师说这样子，你多擦几次，你就会越画越好。对，画个那我也佩服你了 ，OK？ 那我喊你师兄，可以从狗画成狮子，我也认了，更厉害。对，这简直就是一流的功力。我在想说，画成小狗，学的小老鼠。不是，他把狗画成猫，那也就算了。好多像狮子。老师是屏住呼吸在笑，你不要讲笑话给老师笑好吗？反正我们就画出来，他你看他像什么就是什么。对，就是对了，对了，没有关系啊，说不定哎，搞不好就变成那种土拨鼠也不一定哈。你们不能什么都用 China Baby。反正这是个动物，这是叫动物嘛 ，China Painting Dog。这是动物嘛？对啊，这说不定这是25世纪的未来的动物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先提早。对啊，对 A 脸那边养的宠物也有可能。OK， 你怎么样让它感觉它有一点毛茸茸的感觉？那个大哥，哒哒哒哒哒，点点点，对，这是 stapler， 对，就只在鼻子的旁边就对了。对，短毛的，短毛的部分。老师，你这 stapler 在用的时候是直接这样点了拿起来，还是稍微有推一下？有推一下，稍微一点点点。带很少的，带一点点，一点点，挑起来一点点。
他笑死人了，这是不小心想到的。他有在注意，他果然有观察力。你换了笔了，因为我在家用过点点过，所以说我就觉得，每个人都拔，我都巴不得我的眼睛是长在老师的手指头上，这样看着会更清楚。你们画个松树就比较好看，就是现在看起来比较凶。阿伯好，阿伯好。这只比他凶哦，那只看起来好阴的，好阴的呀。然后他还没有 finish， 我喜欢凶一点的。皇上蝴蝶结，对，皇上啾啾啾啾。哦，那只的眼睛好可爱啊！我要照那只正式照。是吗？这个是 dry brush 吗？这个不是 dry brush， 是我把它当成 dry brush 在用。就是我们的笔哈，就是很旧的笔，比较旧的，比较旧的，okay. 旧一点的干净笔。你们可以用四号、五号来刷。原则上我还没有什么旧一点的笔，因为我们在所以你们用画龄太浅。所以用四号五号的，我根本没有四号五号，那就中型的笔，中号的笔，四号五号，用中号的笔。好好玩啊，好好玩啊！赶快回去玩，没胆玩，没胆玩。啊？张妈妈又逛街，她在看。没有逛街去了，摘菜嘞。张妈妈好幸福哦，跟着我们这样，好好玩哦。毛掉毛，真的毛，掉毛，鼻毛掉毛，不是这个鼻毛。我的那个不是，那是小猫的，我们家小猫的毛。猫毛，对，常有的，我常常有。好，这个可以玩很久很久，所以你们回去玩。不敢，看谁敢玩。好了，完了，不行就擦了。不行擦呗。那个蝴蝶结就直接把蝴蝶结刮掉，刮掉。往上色。玩那些人的需要这些不要就算了，要这种精神。我看完老师，我这个眼睛怎么那么大？好像买一句话太大。老师画完，我好像也会。老师，那个如果像你这一个生活这么颜色那么浅的话，就是要刷好几次，一直把它颜色刷掉。你烧了颜色就变浅，烧了就变浅。这个大红是什么红？可以吗？初 red。对，那个像初 red， 那是我剩的最后一点，把它画用上去。OK， 好，结束了。